克里尼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在玩捉迷藏呢。这里多危险呢，你还是换个地方玩吧。对不起，不过特里，你有没有看到玛丽啊？玛丽好像没见到。到底藏哪儿了？我也想帮你找找玛丽，可是我还得送这些货物，琪琪马上就要离港了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拦住琪琪，别让他离岗。好的。你怎么来了，哈利？特里，玛丽正在你运来的这些管子里睡觉呢。什么？琪琪，希望你能晚一点再出发。没问题。谢谢你，琪琪。琪琪，我们搜一下货物，你不介意吧？没问题。谢谢。罗伊，你和安巴找一下后面。好。海莉和我就去前面找吧。好的。玛丽，你在哪儿？玛丽，哈利没有在这里啊，也没在这里。是哪来的声音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好像在这儿。我马上去确认一下。玛丽在里面。怎么办？冷静，雷奇。安巴，你先在下面安置好安全垫。好的。嗨，雷奇，你慢慢的将管道移到安全垫上。我试试。我害怕，感觉要掉下去了。不行啊，我做不到。切，真没用。要是我的话，才不会发抖呢。就是。哆哆嗦嗦的，不像样子。你们行，你们上啊！冷静点，雷奇、雷迪、雷飞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你们应该齐心协力帮助雷奇把玛丽救下来。说的没错，应该支持雷奇。加油，雷奇！好的。玛丽，你别害怕。你不会有事情的。你慢慢的往下放。干得好，雷奇。玛丽，现在安全了，出来吧。咦，出故障了。还在老地方充电吧。
么回事啊？啊！天哪！听说他使用了出故障的充电器，看来是电量充得太多引发的失控，情况很紧急，请大家立刻出发。是，小娟。搜索一下克里尼的位置。好的。克里尼，停下！力气也太大了。海莉守着，注意不要让克里尼离开广场。我跟罗伊，我们两个去截住他。知道了。罗伊，你负责右边，我负责左边。好，知道了。抓住了，抓住了！力气阻止不了克里尼的，他的电量太足了。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他的电量耗尽之前避免造成更大损害。让他把电量耗尽吗？啊，那带他去总部的训练场，在那里的话就不用怕他造成事故了。这个主意不错呀，不过我们该怎么带他过去呢？别着急，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全都让开，让开！跑快一点，不然的话你就要被克里尼给追上了。知道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再见。明天见。哎。咕噜咕，我都看见了。米奇，千万别生气，我真的是不小心的。哈，没生气，你进来拿吧。真的？哦，算了，我还是踢给你吧。气死我了！从现在开始，这个球还有你们都不许靠近。知道了，再也不会来了。还说没生气呢，突然大喊大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有100万个球全部落到米奇家就好了。不要！
这下糟了。我得赶紧拿到球离开才行。在哪儿呢？啊，找到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小娟，出大事了！发生了什么事，米奇？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布鲁诺掉进米奇的水泥厂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负责寻找电源开关，罗伊，你做好救援准备。机器停止后，我把水泥抽出来。海莉，你继续守着布鲁诺。知道了。大家赶快行动。好，我把水泥抽出来。好了。什么？你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，是因为你不会玩球？我确实不太会玩球，所以就觉得自己没法和你们一起玩，我就为这个特别生气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跟我们一起玩呢。对不起，布鲁诺，都怪我跟你发脾气，害你发生这样的事。没关系，虽然现在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，但这也是万幸。玩得不好没关系，下次一起玩吧。对呀。